大家好，我是俗女日常的作者江娥。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，我要用三个关键字来说这本书。第一个关键字是生活，第二个关键字是我，第三个关键字是观察。刚好之前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三级警戒里面，然后其实有的人可能居家上班啊，那像我这样子接案的人就变成工作的比例在生活中大幅的下降，但是另外一部分是我们在跟自己相处或是跟身边的人相处，跟生活近距离相处的比例大程度的升高了，跟生活相处的幅度大比例的增高以后，有的人会因为这样比较开心，也因为这样比较不开心。这个开心与不开心之间的差异啊，会让人家察觉到有一个我在里面，就是这个生活在运转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有一个主体在当中。那平常好像不容易看见那个我在哪里，但是当这个开心或不开心明显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存在。所以第三个关键字讲到观察，就是越认真去看到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一些开心或不开心，其实都很小的事而已，让人看到我，这个是没有预设任何立场的，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，只是看见去观察，哦，我在生活当中是这样子的状况。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很高远的话啊，什么人生的成就啊、幸福啊、自我实现啊、美满啊，这些都会有一个错觉，好像说可能会有一个很光鲜的亮丽的舞台出现了，然后你的这一些自我实现或成功幸福才可能发生。可是其实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慷慨，在这些很细碎的、很看起来很无足轻重的生活小事件里面呢，去分辨自己的开心跟不开心，其实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有可能的机会里面去成就那个我的实现。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日常的版本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日常，我们都是依附在这个日常的模式里面跟着转。那在这个转的过程中，每一个人也会属于他自己很独一无二的不安分。这本书《俗女日常》就是属于我这个版本的不安分，请放进购物车，立刻结账，谢谢。